当下之前接到电话的时候不晓得这么严重，来的时候看到他那个伤口都可深可见骨，那看到的时候眼泪都忍不住掉下来。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以他为荣。昨天是接到医院的通知，到那个急诊室才知道。然后当下之前接到电话的时候不晓得这么严重，来的时候看到他那个伤口都可深可见骨，那看到的时候眼泪都忍不住掉下来。那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贴心，爸爸早逝，但是他是很贴心的孩子。我一直觉得，没有很，就是很对他觉得很抱歉，所以看到这样，他都一直都是他在照顾我，对，所以觉得很，就他是很当然很甘心的孩子这样子，对，是我当下第一次觉得说，搭个绝缘怎么这么危险？真的，我因为他才出门不到十分钟，就才刚出门而已啊。我们家其实就在捷运站附近，所以我就想，刚出门怎么就接到电话？那我就觉得我刚有点那个，觉得很就是觉得让人觉得很不安，对啊，就觉得说打个捷运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对对，但是真的是有的时候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。那有没有很蛮敬佩儿子这么勇敢的心？是，其实我也觉得说，我以他为荣。